我们去四个不同的灵异景点，分别做不同的招灵的仪式，我们看看做之前跟做完之后那个环境周遭的温度会不会有差异，以及我们体感会不会觉得冷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温度测绘第二集，同时也是我们搞神马发起的特别企划纳凉特辑。他们找了多组的 YouTuber 参与讲鬼故事以及探险，而至于我呢，本来就是拍这方面的嘛，所以就很顺势的加入了。他有参与的 YouTuber 的名单呢，我就放在下面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。那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影片呢，当天呢其实我去了四个地方实测，如果有鬼很靠近的话，到底温度计会不会下降。结果呢，其实真的有发生一件令我蛮出乎意料的事情。不过至于是什么事情呢，或许有的人已经知道了，不知道的人没关系，看到最后就会知道了。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呢？大家去看一下上集的连结就会知道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继续在这马场町挑战一些见鬼的方法，然后看温度计会不会让周遭的环境下降。其实马场町公园跟我们上一集去的那个228纪念公园，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。228纪念公园是纪念228事件的，那228事件呢，在那个历史背景下，就是跟白色恐怖有关联。这个马场町公园呢，它以前就是出事白色恐怖受害者的一个死刑场，后来这个地方被改建成马场町公园。我身后这个就是的纪念碑。之前的新闻呢，也有播到有人在马场町公园看到一只白鹭鸶脚下踩着两具浮尸，一男一女。那因为社群规范的关系，我没办法把照片放在这，我会放在下面的简介。那我呢，现在还是要继续的挑战见鬼的方法。挑战的方法是吹口哨招鬼魂，看看温度计会不会下降。小明，你不会吹口哨对不对？你就帮我拿着温度计秀给荧幕看就好，然后我来吹。我要吹的就是我们白色恐怖时期纪念那些同胞的安息歌。好，我这个歌曲吹完了，有动吗？小明，温度计好像低了一度，低了一度啊，从31到30。哦，目前体感上你有感觉变凉吗？没有，我好像也没有。看一下周遭的环境，嗯，也都很正常，湖面上也没有浮尸。那我们就前往我们的下一个地点，然后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。Go。大家好，这里就是我们第四个地点，我的这个废弃戏院。为什么我最后会选这里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有一集笔仙，我跟阿金来这里拍。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？他刚刚在这一区画了好几圈，这一区一直21、22、31、32、41、42、51、51年后，还是全部加在一起。结果当天比动了，我们那时候说它是世界末日的线索。那天回去之后，我跟阿金有同样的症状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肩膀重重的。好在就是我们后来各自去马杀鸡之后也都好了。这次呢，就想说再回到这个地方挑战看看温度计这个都市传说。据说有一种音频，你只要把它播放的话，就会招来附近的鬼魂，就是18赫兹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直接放这个音频挑战看看吧。找好了这个18赫兹的音频，然后呢，现在的温度是大约28度左右。等一下看录完它会不会变冷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音频开始播放。是有点刺耳，对吧？嗯，耳朵被罩住的感觉。嗯。我那时候就是坐在这边玩笔仙嘛，然后旁边有一张纸一直在飞。你有什么感觉吗？现在？没有。还好。嗯。对，现在已经6分多钟左右。温度好像还是
接近27左右。小命也还好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有听到一个音乐吗？钢琴，很像钢琴的声音，好像是从这里楼上传来的。看一下。很微弱，对不对？嗯。是正常。还是住户的、啊？那感觉两边都有哎，左右耳都有。左右耳都有，对。但是不知道左边还有没有。啊，好像没了。不晓得是什么状况。那我们回去看录音机，看得到是什么。然后至于温度计呢，我刚刚看是27嘛，对，还是差不多。好，那看起来是没什么事。对，那大家我们就后续改的时候回家见吧，拜拜。拜。大家好，又是我们后续改的时间啦。这个温度计测轨呢，我个人觉得其实收获算是蛮大的，它有两个奇怪的地方。一个可能有看过上集的人会有发现到，到228纪念公园召唤警戒的时候，摄影机其实有录到这个温度计，它的温度大幅的一直往下降。虽然那个时候我跟小明都没有发现，但是回来摄影机看到，其实真的蛮明显的。先请出来，笔仙，请出来，笔仙，请出来。笔仙，请出来。笔仙，我也是在网友在下面疯狂的温度计，我才发现到的。对，第二个比较酷的是那个钢琴声，当下听到的时候，虽然都觉得很微弱，但是其实它很清楚。不过我到现在还是定的认为附近的住户弹钢琴传出来的声音。不过当下你真的没有办法判断说到底是从哪边传来的，因为它就是整个天空都被罩着这种感觉，甚至还会一度怀疑说它是不是那个戏院里面的。而这个戏院呢，加上来这边玩笔仙，也算是来过两次。那一集的时候呢，笔仙也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世界末日的密码。他刚刚在这一区画了好几圈，这一区一直21223124142512，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是一年。最后呢，我想说也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戏院的历史。它是1970年代末开幕的福和大戏院，它那边构造是一二楼是市场，然后3楼以上是电影院。不过它之后在1999年逐渐的歇业之后，一些游民啊或者是吸毒者在那边滞留，之后呢也经过政府的一阵大清扫，变成了我们那天去拍的现在这个模样。那回归到主题，路基到底能不能撤轨呢？其实这一集看下来，好像还是没有一个很确的结论，就只能到以后突然出现奇怪的声音或是灵异的现象的时候，他把温度计拿出来看，说：“哎，大家以后提醒我出门尽量要带温度计。”好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点赞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